看看新闻网。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乐嘉啊。除了呢是电视红人之外呢，他有另外的一重身份，那就是性格色彩学的一个研究者。那才是他的主要工作。我还上过一次他的培训课呢。啊，真的？对，我就有点忘了，我是什么颜色来着？我是黄色人格是吗？哎，黄色人格代表什么呢？就是我其实也忘了，好多年前的事，需要再补补课啊。他这一研究啊，其实人家研究了13年了，特别专业。那么乐嘉看懂看透一个人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呢？我们也来测试一下。好，看你这样的人，一秒钟，你一张口我就知道了。哎呦喂，乐嘉老师，面对着那么多摄像机，您就夸下如此海口，这真的合适吗？小编有质疑，乐嘉立马就回击。不信，咱们就先来分析分析大家所熟悉的名人的性格吧。鲁豫是一个黄色。鲁豫是常年做谈话类节目被训练的，看上去很温和但其实内心非常坚定的女性。李咏是大红色。你从她穿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随意天马行空的。把两位名嘴的性格分析得这么准确，那小编必须出一道难题来考考乐嘉了。小智其实不好讲，小智因为做超级偶像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就是他已经被训练得非常非常职业化了，就是他的职业化素养在我有限的接触人当中是我见到职业素养最强的。他可以控制到每分每秒每个场合应该以什么样的表情和语态来出现。都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性格色彩大师也有被难倒的时候啊。不过都说是大师了，说出来的话总有几分道理的，比如点评文章和马伊琍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很聪明，是非常好的，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我觉得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对于家庭和对于双方都很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处理问题的方法。娱乐新天地，麻烦乐老师下次好好分析文章夫妇的性格，小编真的很好奇。上海采访报道。